场的是我们的新英雄艾克登场啦。蓝猫现在已经玩到了五等，快六等了，快六等了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艾克他的故事哈。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那要看故事吗？就看先切载源这台电脑的画面有吗？先看艾克的故事，他是一个他的背景故事。对，那个蓝猫先帮我们先讲。首先艾克他最让人家注目的点在说，他是一个可以让时光倒流的 okay, 让时光倒流的少年。他为什么想要让时光倒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由 Red 制作的艾克的他的背景故事。观众有听到声音吗？应该是听得到，只要你没有把声音关掉的话。One more hours in their days, more days in their years, more years in their lives.有点沉重的感觉。对。这个是艾克，这个是艾克。他们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是有在故事里面在什么样的一个分量？这个是他的机器，就是让时间回溯的机器。对，很想让时间回溯。他想让时间回到过去。目的是什么？跟后面那个背景那个小男孩有关系。有关系，有极大的关系。你看，他又再回到过去，他在尝试最好的方式来。又是刚刚那个。对。可是他已经有受伤。他只能对啊，他只能回到过去，他只是在想说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。他想要弥补他的过错。啊，所以他以前有犯了一个过错，然后他要打败这个。对，他想要打。一直打不赢。所以他一直在回到过去，想要就回到他还是没有被打败的状况。有口臭，很臭很臭。他又再回到过去了。对。然后他已经伤痕累累了，他就需要打一针。这只是最后一集角色，他好像很强的样子。乌尔加特，好像很强的样子，长得像乌尔加特。他一直打不赢哦，这一次看起来是成功喽。哦，他是不是想要救这个小男孩？对。哦。结果还是不行哦。You don't deserve a single extra second. 他在讲说，他就是他一直在回到过去，在这个动画里面看起来是在解说他的能力啦。那在下面的漫画里面，我们有看到说他其实他在解救一个小孩，这个是他的最好的朋友。哦，他最好的朋友。他最好，艾克他本身是一个神童，所以他制造了这个时光回溯的机器，他想要回到过去，再解救这个神童。他就讲到说，他的第78次的时光回溯，他跑出他最快的记录了，但他还是没有救到他的好朋友。他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，只为了再多一秒钟，再快一秒钟，就为了救到他的好朋友。他每一次的失败，每一次哪一步走错，就代表他要重新开始。那他这一次。他成功了，走了另外一条路线，3分41秒，他能够到达极限。这一次，他好朋友还没有去世，还没死哦。对，但是他好朋友看起来是已经受到了致命伤。嗯哼，对，所以他这边就有讲说，再不到一分钟，在一分钟内，这个好朋友他就会死去。叫做阿尤娜，对，阿尤娜。那他在这一刻，艾克他理解到说他。是没有办法救回这一个小男，救回他这个好朋友的，因为他最快就是3分41秒那个时间了。哦，他再怎么样回到过去，他也救不回这一个人。但是他知道了凶手是谁，一个吹口哨的男子。吹口哨男子在刚刚他在走的时候有发现过，对，所以他回到过去，对他想要帮他给报仇。哦，所以这就是艾克的背景故事。对，他就有讲到说他在帮他报仇的途中。这个机器失控了。他知道这一次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了。对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救回这一个挚友，但在这2分53秒内，他没有希望救回他挚友，但是他也理解到就是时间的宝贵。对。哦，就他脸上的那个是一个像有点像漏斗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对，我刚刚看了到最后的他的脸的特写。
你可以转往左边一点，它是翻过去，这边往上按按按，往左键，就翻回去。对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对，好像是一个漏斗的感觉，时光沙漏的感觉。对，一个沙漏，哦，对，不是漏斗，是沙漏的感觉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义。好的，那创造出这个英雄角色之后呢，它到底强不强？那有什么样的功能？它是走上路的，还是打野的，还是中路的角色？要这个，我们来讲解一下。对，那妈来帮我们来讲解啦。就把画面切回到我这边。首先，这角色在当初设计里面，它是来拿来打中路的，拿来打中路的。那它也是一个打，它也是可以尝试拿来打野的角色。我们现在介绍它的技能。首先，它的被动这个叫做共振驱动 Z， 这个被动是一个叠层数的被动。每当艾克的技能或是普攻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敌人的脚下会有一个圈圈，两层，第三层的时候，它会打出一个相当大的伤害，然后触发了被动，并且缓速敌人。如果这个被动打三层，打在敌人身上的话，比如说我打在这个盖伦身上的话，会拿到艾克会本身跑速会加成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有点类似叠层数的这种概念。我记得其他角色也有，但我忘记是哪一只了。那他的 Q 呢，叫做时光枢纽，他会丢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物件。丢出去的时候会造成伤害，回来的时候也会造成伤害，回来的时候的伤害比较高。对，那这个东西他会走到底再回来，或是他打到英雄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。我们试试看，他到英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已经先停下来了，然后再弹回来。对，那他会造成缓速的效果，这也是他最主要的技能。这有点像回力镖，有类似的英雄有这种技能吗？纳尔就也是缓速这样，然后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但纳尔的 Q 回来是不会造，就是他只能造成过一次伤害，这个可以造成两次伤害。哇，这个跟那个也是 Garena 出的流亡暗道 POE 的灵体投掷很类似。对。那我们说他的 EW， 我刚技能 CD， 所以我先讲一好了。一是相位转移。我按下一的那一瞬间，有点类似像是饭的翻滚，我会往前移动一小距离。那有没有看到我旁边会有一个距离？旁边会有一个圈圈，这个圈圈代表我的攻击距离。假如我在这个圈圈上面，我攻击任何一个人，我就会闪现到他旁边，然后去造成一下打击。那我们来讲他的 W， 他 W 叫做时空拦截，他有一个被动。时空拦截的被动是当我在对目标攻击的时候，这个目标血量只要低于30%，我会造成额外的伤害，等于像是斩杀的概念。敌人血量很低的话，我会打非常非常非常痛，等同于目标的损失生命。所以目标血越少，我打越痛，就是他盖伦那个 R， 盖伦那个 R 的感觉。所以它是被动。那这个主动呢，是他会在3秒延迟后放出一个圈圈。你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人？他还打出一个圈圈，打过去打这边。太大个了吧？对，这个范围手也太长了吧？对，范围太大了吧？那假如这个圈圈的里面有敌人的话，他会被缓速40%，跑速被缓40%，很多哎，等于一只脚被砍掉了。对，而且假如我走进这个圈圈的话，我会获得一个护盾，像我现在6等，差不多等于200的护盾。而且这时候有人同时跟我在圈圈里面的话，他会被晕眩住。太强了。让我们实际操演一下这些技能。可以 W 一连击。对，让我们实际操弄一下这个技能。你们看我现在丢过去，然后闪现过去，盖伦就被晕住了。你看他被控在空中，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。那他的 R 技能就是他这个角色的核心啊。他的 R 可以让他回到4秒前的位置，有没有看到我后面有一个残影？这个残影就是我4秒前的位置。那我按 R 的时候，我会回去，并且回一些血量，这些血量等同于他原本的血量，原本加的血量跟敌人造成的伤害一些趴数，就是他不会回到真的4秒前的血量，但他还是会回一些些。对，然后而且在当我回去的时候，有人在旁边的话，会打一个很大的伤害出去，还会那个。会打伤害出去，可以试试看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是我实际操演一下这只角色，实际在打起来的时候的感觉。又是盖伦。我们先 W， 然后进场之后 Q。基本上这个角色在对打的时候，他就是一直想办法叠他的普攻的伤害，一直要打他被动出来。哦，你有 Q 了。对，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按拿飞回去，有没有看到？打出一个伤害以后，再去做追击。这时候把它击杀掉，类似这样的概念。它是一只很滑溜的角色，它会滑来滑去。对，因为它的本来故事背景就是它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就是很快速的奔跑。
它是一个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的角色，你可以看到，比如说我在用一的时候，我是可以传下去，哎呦，然后再飞到小龙旁边，所以一去冲刺。第一段一的时候就已经有位移了，对，然后第二段普攻再飞到敌人身上，对，哇塞。那我的 R 的这个后面那个小残影是会被敌人看到，所以敌人也可以做，可以判断，也可以躲，对。那 W 呢？你会说好像范围很大，但其实这个时间很久才到这边，而且当他快要到的时候，敌人会看到，因为类似攀升的大绝，当他快掉下来的时候，他就会看到。所以也是你有躲的一点点的时间，有一点点机会，对，有点像是巴德大绝的感觉。那实际正在超远的时候，你在逃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像这样子，然后打一个河蟹，然后逃跑之类的感觉，敌人是追不太上，跟冒牌飞叶对，然后他就可以丢回去这个环速。不过刚刚蓝猫讲那个圈圈，你如果在那个圈圈里面的话，你会增加护盾，会有护盾。那如果队友呢？队友进来是不会有效果的，队友不会有的，所以他不能当 support。假如我丢进去的时候，你看这些聚会鸟只会被缓速，但我走进去的时候被晕眩，而且我获得护盾。对，好惨哦、喔，因为变走不动，变缓速，然后又被晕眩。对，又会被晕眩。对，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。哦，然后想打他，他又 R 走了。对，他又 R 走跑掉。哎呦，看起来蛮强的哦、喔。对，这个角色目前看起来是真的很强哦、喔，真的很强哎、欸。对，那他到底适合走哪一路呢？我目前看起来，他在走中路的部分，他有点类似像是飞丝的感觉。哦，他会有一个，怎么讲？他就是他。是近战角色，基本上近战角色在打中路，我们就知道他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在啦，对不对？近战角色打中路，他就可能会被对面的勒布朗给凶到之类的，他很怕勒布朗，非常非常害怕。勒布朗的 W 蛮勒布朗非常克制他。那我们说到，那他假如是走江狗的话，他就可以不用害怕勒布朗。那他的 gank 是有他的强势点在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他，你还没看到他之前，他就突然闪现到你旁边，缓速你，然后又晕你。你可能就会很痛苦，对，所以目前我看起来他是打jungle跟打中路都还不错，打上路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他现在我目前看起来他遇到一些坦型的角色，可能就会很痛苦。对，所以目前是以中路看起来是比较好一些，比较好的，比中路跟jungle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好的。OK， 对，那你出装呢？出装你可以帮忙介绍一下。出装目前我看起来他应该是要出炉灯回音啊。炉灯回音是什么东西？是一个哦，炉灯回音是一个新道具，大概在前几版的时候加进来的一个新道具。它的重点在于说，它会给你一个移动加速的效果，它有一个跑速，对，跑速效果。然后它是一个 AP 装备，那然后它普攻，对，它的普攻，它的移动施法的时候，它都会叠层数。只要它的下一个施法，这个层数达到100层的时候，它下一个施法会造成额外的伤害，而且是一个扩散的伤害。电刀魔攻的电刀的感觉。对，我刚刚麦卡贝聊天室有一位叫阿杰的网友留言，他说有位移的中路都可以打赢他，你认同这句话吗？我觉得都有可能、喔。他会怕，我觉得还蛮有可能，他很怕位移角色。哦，对，了解。哦，对，因为等于说他的风筝技能就没什么用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就是他的所有技能都其实很仰赖打中对手。你可以看到我在跟盖伦打的时候，是因为盖伦是一个不会动的角色，所以基本上我跟他对打是很有机会可以获胜。哦，他久等你，把他等嘞。哦，这时候就要风筝他。哦，想办法风筝他。你血量比较低哦。哎呦。哦，WCD 有点久哦。这时候我只要回家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电脑会插眼。我跟你讲，你看，这时候就有趣了。我回家拿到守护家园的效果以后，我要拿回来。哎，这么快！哇，大家可以回温泉吗？来不及了。不行，我R过了。对，看到。对，他是直接R来线上，看到。对，我R来线上，四秒前还在线上，所以他回家。你现在打不赢我了吗？哇！回家补满了之后，直接R回线上。对，守护家园的效果直接冲回来。你只要那个不要在里面待四秒。对，你就可以，我就可以马上冲回来。我买的装备就马上冲回来，你泡温泉不能泡超过四秒，我赶快就再站起来这样子。哇，这是哦，了解了这个现在艾克哈，艾克这个角色，艾克听起来好像义大犀牛队的洋将，义大犀牛队洋将都喜欢叫什么克的啊？对，克结尾，对，克结尾的哇，西克啊什么的哦，维克啊。不过呢，这边呢也要请这个，他们真的在练习闪电狼女孩队这边啊，因为。艾克这一只角色，对，我们刚才也听了他的故事了，因为展明就想说，你们有听我讲话吗 ？Hello， 就是想要请你们就是聊一聊啦，就是在如果你们现在有时光回溯的时光机，你们有没有想要回到你的生命中
人生中过去哪一个时间点，为什么想要回去，想要做什么样的改变？张优先讲。我没有哎。啊，你没有啊？因为我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啊，就我会后悔的事情，我就会忘记它。哦，是哦，对啊，因为改变不了事情，所以你不会想要回到某一个地方。我没有去思考过这个事情，哦，没有，是哦，小熊嘞。我想回到我上次上麦卡被讲错话，被你们讲一辈子。真的，所以你想要纠正那个错误，你不应该说。我就不会再被你们两个笑，也不会再被导播哥剪那个照片。哇，所以小熊好很可爱，他想要回到上个礼拜，他说，反正我就是比你没有，我就是比你漂亮。情况不是这样的。哦，所以你想要回到那个时间点去。然后我就不会。再被你们钓鱼了，是啊嘞，嗯，8年前吧。八年前为什么想要回到八年前？就是喜欢的人事物都还在的时候啊。啊？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还在的时候啊。哦。对啊。男朋友？不是啊。啊就是家人啊，或还有宠物啊。哦。对啊。想要回到那个时候去，然后可以抓住一些什么？嗯。哎 ，mini 嘞。我想要回到高中生吧。想要回到高中生的时候哦、喔。为什么？拿一张好一点的毕业证书。啊？因为学校不同。哦。我转学过，对。哦，所以你想要回到那时候，然后可以再努力一点念书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重新，对。重新。出勤比较有问题。哦，出勤比较有问题哦。你看，我们都会想要改正一下过去的一些。很后悔，到时候多去上点课。对，哦，那这样也不错。我们人生就是要检讨一下。对，然后呢？我自己的话，我是希望啦，我自己希望说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后悔，所以我不会想这一个东西，因为我觉得说现在以电竞这一块，我自己在做的行业实在是变动太快，花这些时间去想说以前能够做什么改变，还不如赶快想一下我接下来该怎么去跟上电竞。你难道不会想说回到某一个时间点，你再加把劲，你变职业电竞选手吗？欸，我觉得有些东西不适合就是不适合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哦，像我就很自认说我自己是不适合当选手。哦，okay，对，对啊。好，那因为也有人问过展元啦，然后我当下我的回答是，我如果真的可以回到过去的话，我希望回到2013年台湾跟韩国的那场比赛，叫郭宏志不要投那颗直球被打一个逆转的全垒打。知道。对，就想说就不要投那颗，好不好？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赢韩国啦。我已经抽出了我们的五位幸运儿观众，那咱们你先登一下你的账号。好，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哈。然后让我们来把账号登录啊，然后邀请这些人进来。对，你们要马上接受邀请哦，我会帮你们邀。没有的话，刚刚很多人留言就说什么他是铜牌，还有人说他是木牌的。木牌头，木牌我不信好不好？看到后面都满挂号铜牌，对啊，他还说真心不骗呢。待会时候拉进来，你不是。是同牌就，还有人说他自己29等跟展元，想要跟展元单挑。我有选他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加加是不是他的账号。29等，我才8等呢，29等要跟我单挑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啦，待会马上再回来。